今天我想来做一款非常适合学生党的少女饼干，主要是做法简单，实用又防水，一分钱都不用花。材料我有，你也有。拿出你的葵花饼干手，给我们按个赞吧。进入教程。首先我们需要用到的是这样一个袋子。等一下，先别走，让小熊告诉你们这个袋子是怎么获得的。这就是平时网购装衣服的袋子。反正现在还木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多蹲在门口守着妈妈开快递。把袋子分成三等份折上来。来，拿出表妹的手杖胶带。如果没有胶带的小可爱可以用画笔画出任意你喜欢的图案，绕一圈贴上来。底边我换个颜色。另外有条件的小伙伴还可以这么操作，在空白的地方贴一圈双面胶，来做一圈 bling bling 的装饰，这样看上去就比较高档了。反正就是你手头有的所有漂亮的东西都可以随意点上去。那姐现在完成了，是不是能装笔了？还没有，等一下，你看那边。超大容量，啥啥都能装，这带去学校简直酷到没朋友啊。今天的教程是不是很实用呢？赶紧给它收藏起来吧。拜拜。如果现在还木有没有关系。这太乖了是吧？减肥是吗？你是不是可以瘦呢？对，我打死你。